是香园教养院到今年正式跨入到第31个年头了。如果没有各位好朋友的帮忙，今天不可能在这里早就已经50桌，是香园乐活庇护农庄。讲到这个农庄，它是设立在新丰的分院区，大部分在新丰分院区呢都是高年龄层的。那很谢谢您去做一个很大了，可是我们还是需要它是慢杯天使。在当初我们的创办人蔡永勋先生的一个大爱的宏愿之下，是多么的多么的了不起啊！我们创了这一点，无论是掌声来感谢一下香园好吗？尤其我们的创办人现在就在做天使，正在享受着今天晚上的盛宴。所以酝酿3年之久的庇护农庄马上正式开始。 让漫飞天使，让香园基金会的能见度在这几年不断的在台湾提升，尤其办了今天香园31爱璀璨的精神人物，我们的基金会董事长蔡明才先生，香园基金会。这31年来，感激大家的支持跟关怀，在这里一直感谢大家，谢谢。 让我们的基金会越来越丰富的去照顾这些漫飞天使，尤其今年的庇护农庄的准备开始。所以，也请各位台下的贵宾，请我们的摄影师看看台下这么多的贵宾，也举起您手上的酒杯好吗？台下的贵宾，也请您一起举起您的酒杯来接受我们香园。我们今天特别感谢基金会21周年的董事长蔡明才先生率领着我们的董事们，向各位致敬。 香园31爱璀璨，阳光之爱，和谐共荣。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帅气美丽的董事们。
谢谢你们，非常的感谢大家的盛情厚意。虽然他们是身心障碍，我们说他们所有的动作都是这么缓慢，因为人有天生也有非天生，也有遗弃或者被遗弃，我们都叫他叫做慢飞天使。从画面当中你看到了他们，这就是庇护农庄的一个画面，他们完全都亲自操刀来制作，包括现在可能要做的是玫瑰花也是这样。用心的节目的影片介绍能够让您真的慷慨的响应带给我们璀璨的三一，一起努力让璀璨2021的成就变成美好的祝福。我们用掌声来感谢这段影片的制作，香园乐活庇护农庄。等一下出场为大家表演的，你看到他四肢跟你一样是健全的时候，他是听障人，有一两位好像前一阵子跌断了大腿，其实还在疗伤当中，所以昨天来彩排的时候我们收到的简讯是很委屈的，说这样他怎么走呢？要不要走？要不要看？我们用掌声告诉他们好不好？因为你的掌声给他们很大的鼓励。台北市流行时尚艺术协会的前会长王伟华，由于他的总策划加上李丽珍的秀导，我们现在就正式用掌声来迎接今天最了不起的节目，听障跟身障的结合 Model Show。 掌声鼓励。她是全球城市小姐金门小姐的第一名。他们其实听不到我的讲话，他们分别还有美编设计杨婉晴，这些都是李丽珍精心的设计。郭敏香说，世界上最保鲜的事情，新鲜的鲜，就是让自己不断的努力进步，成为更好的人。掌声告诉他，谢谢。他为什么这么小心翼翼的呢？因为他右边的这一位智障妇女王平芳，就是我刚刚跟您谈到的，他坐着轮椅而且跌断了腿，才三个月的复健不到，但是今天看到我们这个舞台，他不愿意用轮椅来走模特，放下轮椅，用他本来的另外第三只腿，我们许少君一起跟大家问安问候，感谢各位的参与。他的大名叫做王平芳。许少君虽然听不见，但是他的名言是，只要有心，人人都可以在这个舞台上成为璀璨之星，就像今天的香园三一爱璀璨一样。如果你能够超脱出生死烦恼的苦海，你能够达到终极的安乐的彼岸的经，唯独只有心经。因为刚刚我得到一个字条，我要特别的谢谢一位好朋友郭清海先生在哪里，因为他刚刚临时帮我们认了一个心经，而且用10000块钱来认了心经，谢谢郭清海先生，掌声鼓励。10000元的心经，大哥谢谢你，掌声鼓励。陈先生掌声鼓励一下。你要给他的同时，你有没有带一个纸条来？拿着纸条请大哥签名，因为我们昨天设计好了名字电话金额，才不会辜负陈大哥。周公的周，周先生帮我认掉了心经10000块，掌声鼓励，谢谢谢谢谢谢。这就是我们的影星陈冠霖先生，是我们的志工，今天特别带着这个天道酬勤来跟各位结个善缘。从现在8点档最炙手可热的陈冠霖先生手上请回去。哪一位？2万元。哇，掌声鼓励。我不好意思，我真的先看到您，因为那边也举手，我以你们为优先好不好。那一村的董事长，好地方在宜兰，对不对？我知道萧强都很喜欢去你们那边住宿。哇，难怪天道酬勤，掌声鼓励。让这10个托特包各有各的主题，才会在刚刚在场外都已经
每一个我们的定价都不高，才5000块，难怪全部抢掉了。曾霞他们的团队，台北时尚流行协会，他们这些姐妹们一起构思出来的，怎么样让一个质感还不错的托特包成为唯一的拥有，那就是因为有陈宝华老师亲自的手绘。你现在看到的这些姐姐全是当年的名模特儿，然后到走到现在为止呢，他们的风姿绰约跟他们的舞台的感觉不输当年。哪一位举手告诉可以帮忙？10000块钱，一万，来，好，这里来，掌声鼓励，谢谢谢老板，谢谢您。来，同学们，你们就记得了哈，就在你的背后，你看看，哇，大家都觉得非常荣幸。佳丽姐姐，你只要告诉我一句，就是在印尼有没有看过这样的感恩餐会？在台湾，这是你第几次看到这样的感恩餐会？没有，但是我觉得你的主持太棒了，最好的主持人，对不对？大家要给他一个热烈的掌声，了不起。谢谢佳丽姐姐，你来我们就非常荣幸了，请坐，对不对？我这样介绍你们才有机会来拍到她嘛，真的，不然这种低调的女明星啊，我们这个年纪她就是我们的天后啊。31年的香园教养院，而且我们董事长身强体健，没有人看得出来她已经到9字头了。感谢主意踊跃参加今天的晚会，我由衷感谢大家的爱心和支持，坐下。谢谢董事长劳驾您。董事长帮我们抽出的是60寸的 Sharp 电视机一台，只有一位。香园教养院的董事长亲自颁发，感谢香园教养院董事长蔡永新先生。你们帮我出一个价，你觉得底价多少？3万。三万太少。5万。好，就5万起价。等一下，您5万是？哇，先掌声鼓励一下。你代表谁？赵家董事。代表徐董事长，5万第一次。等一下，这是我小时候的姐姐。20万，太有面子了，这是限量版哦。首先要跟白姐抱歉，因为其实我是做了她一点功课。后来白姐说承让，让大家来义卖就好了，她就不想在这个时候跟大家一起。可是后来我觉得不行，她就是我们的天，她有6个字在她身上永远不会变的，台湾国宝，最美丽的主持人。谢谢。所以她的这个捐话您需要帮我们解释一下吧？我觉得非常的荣幸，也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共聚一堂。其实我是今年的1月30号我回到台湾，是因为疫情的关系，那么我一直留到现在。很多的朋友不知道我会画画，他们看了我的画展，他们才知道说，哦，白嘉丽会画画，不是光会说话。其实呢，现在大家看，现在主持节目主持的最好的就是我们这一位白姐。谢谢、很不容易。那个时候我看到她的时候还是小孩子，结果现在她的节目主持得这么好，真的很了不起。我要给大家看一看，这个还有我的签名在这里。光是这一幅画，我亲自在那个春园工作室，我们画了一共有30个版。30个版，一版一个颜色，那么是一个颜色一个颜色画出来的，堆上来的，所以是很珍贵，很珍贵。是的，天在座的每一位朋友都是有爱心。我们中国人说施比受更有福，所有的朋友都很了不起，好像这个香园基金会也是非常的了不起。朱国华小姐，他们夫妻俩，好，我的姐夫，来，我不是做拍卖，拍卖是会流产的，我是做义卖，
义卖的意义是一定要成功，所以我常常告诉那个曾霞，我说我不做拍卖，拍卖谁都可以做，我只做义卖，成功20万，我相信白嘉丽一定还希望再加一点儿，有谁再加一点儿？姐姐，你说，25万，掌声先鼓励，姐姐先上来一下。朱姐姐还好是我自己人，如果没有你们夫妻俩20万，怎么会有那位姐姐？那位姐姐来，请您到前面来。好，我们掌声谢谢朱国华，朱姐，谢谢你，也谢谢姐夫，好不好？我觉得就您到先到这，好不好？谢谢两位，谢谢两位。没有没有，拍摄了，你们很给白嘉丽面子，来靠近靠近。姐姐贵姓？我是京东科技周运胜董事长。周董，掌声鼓励。25万，能够跟白嘉丽站在一起，然后尤其是白嘉丽这个独家只有限量版的红粉珍宴，25万第一次，25万第二次。如果我说25万第三次大家没有异议通过，就是由我们周董来为我们请回去这部好话。25万第三次。绝对是超出白姐本来的预期。白姐本来说不要，我不要不要，不好意思，这次谢谢京东科技有限公司周运胜董事长，京东人气，全台湾最棒，谢谢，最有爱心的京东科技。红粉珍宴现在的画面是最感动的，这个画面除了我们白嘉丽小姐承让出来之外，限量版的，而且香园教养院31年的董事长，我们创会董事长的弟弟，也就是蔡永兴董事长，以及我们基金会的董事长蔡明才董事长，还有他的夫人曾霞，一起把这幅画要借由白嘉丽的手上，所以要非常感谢京东科技东京冷气的周运胜董事长，掌声鼓励。亲爱的父母，再会吧，斗阵的朋友，就是咱。